前，水温大约是80度。这边的感觉跟沙帽山非常像，然后这个是导游先生请我们吃的苦罗塔玛狗。苦罗塔玛狗，对，就是温泉蛋，外面呢就是正宗的温泉蛋，外面是完全黑色的，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吃了就知道。这是他们正在捞，大概是那边两个人。他把一笼一笼的蛋。